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牛非要我，然后我突然清醒，醒了以后才发现，这原来不是梦。今天。我一直以为属于咱们俩的时间会很长。两年前飞往上海的经验就332航班意外坠海，机上搭载214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都已经全数罹难，至今还有超过1万名上海人在遗体上未寻获。过多久了？就算再怎么难过，也应该走出来了吧？是没错啦，都已经快要两年了。难过就是难过，跟时间过了多久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其实今天打电话给你，有事要跟你说。我们决定办一场简单的告别式。我说苦难已经度过了两年了，该是时候了。而是为了留下来的人吧。不管你们的感情再怎么深刻，你再怎么爱他，再怎么舍不得，当你在跟他说再见的那一瞬间，就已经彻底结束了。得要好好的跟他说再见，你得让他走。培训您经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推荐你。有快递送包裹过来，要让你签收。太多情，心不如。啊，恐怕呀。
将来是要栽在女孩子手上的。推翻朝廷，我志不变；去赵姑娘为妻，我志亦不变。你要好好保护你自己，那么我一定会去找你的。想要问，这个戒指后面写 Only if you asked to sing or waiting for to me 是什么意思？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，我们的相遇相遇。
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，终于等到你。